这一次一定可以，我帮你。来哦，老公，我刚刚吃了一些鸡肉松弛剂，你来吗？老婆，老天爷，我叫宋清宇，我想拜托你，可以让我顺利。我来拜托你这种事情，我知道我很奇怪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招呼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次一定可以。我帮你。来哦。老公，我刚刚吃了一些鸡肉松弛剂，你来吗？老婆。拜托。